出道以来乖乖的，然后纯纯的，比较硬一点。但是既然现在有全新的曲目，我们也。等一下，你急什么？他还在出场，还在耍宝钟呢，有必要这样吗？一种反差的，各位，这是他真实的身高，各位，不要再黑我了，我真的没有很矮，这些女明星我受够你们了。好，来，请准备 ，Are you ready？ 好，不要，要不要帮你找个李国毅？我们第一排的摄影有人愿意来演一个？好，您就自己看着办啊，想象一下，来，麻烦 music 奇荣爱人奔起舞，我们到间奏的时候让他来 solo 一下，加油。其实大家知道以前跳啦啦队的嘛，那是不一样的。这种我真的要有一种勇气跟投入，才感受得到。我现在可以去上面了吗？你要回到二楼吗？我就去二楼。好，去。来，等，摆几个 pose 的，再跳一次。哎，他已经，你知道他鼓起勇气，你出道几年了？已经七年。他七年来终于鼓起勇气，这样跳了一次，你可以再来吗？因为没有拍到。太光了。哦，他表情没有看前面的。我没有脸。哦。对啊，你都闭眼睛。我哪有闭眼睛？你现在是在吵架吗？还没有。好，我再。乖了，好不好？再跳一次，好不好？反正都练那么久了啊。你不用从这里开始。好，那从这里开始，各位，我真的没有那么矮。好，都是。再演一次，来，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真的好好跳，让所有歌迷、媒体再次见证郭靖的成长。来 ，music， 吉荣爱人，加油加油！要看前面表情，表情。努力要热烈一点，我怎么觉得刚刚是一场梦吗？没有，这不是，因为整个流程完全一模一样嘞。对，跳完，然后我一样是这样跳的，然后你出来，然后大家掌声这样子，完全是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一场梦，这是一场噩梦。好，还要不要再一次？不要，够了吧？可以，好了，谢谢你，把你的这个楼梯给穿上。